天开之一起去谁家？都有串位了吼，李一。知道呢，这个开箱妹子的家好像大家也蛮喜欢的，而且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中职大芝麻的家，那当然是由我小芝麻来开箱喽。是不是很想知道是谁？事不宜迟，来按他家门铃。叮咚，好期待哦，不知道是谁。所以这里是你家 again 不好吗？收视率应该还好吧，不会有人要敲完 again 吧？快点啦，这里是谁家啦？这里呢，就是我的。我演那么久，你出现了。对呀、我想说，极品大芝麻不就你了吗？你身材这么好，他只是脸大而已。等等，为什么？你会这么早来短金家？我就来这边喝个咖啡啊，聊聊天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认识很久。好了，来进来了。你们两个是闺蜜。你有我以外的闺蜜？有的，有很多的闺蜜哟。哈，你人缘这么不好哎？还有闺蜜？有闺蜜是不是？可以进去聊。可以。好了，走了，进去聊。好，进来了。等一下，先来检查这个吧。这个打开任意门，那么有男人鞋柜吗？是啊，一个女生干不干净就要看她的鞋柜吧。有道理。我先问了，为什么你们两个人的身高怎么还是一样，就是差了，就是。对啊，而且你不是拖鞋了。我拖鞋啊，怎么没有差很多？因为我很高啊。真的吗？我看一下，来了，走了，这脚可以看。你干嘛？谁把鞋垫塞在袜子里？哪有？我让我塞鞋垫。来，这是什么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这样子？谁会把鞋垫藏在袜子里面？我也是一片好心。最高差不多了。我也是一片好心。它很难戴。你看，哆瑞咪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垫起来是不是比较好戴？好了，抽回去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打坏节奏流程，到底谁会更塞啊？好，来看鞋子，来，打开喽！哇，这好像没什么好看，它整理过了。哎，没有，平常是长这样吗？我平常是长。可是讲到这双鞋子，你会穿吗？这我鞋子，我不敢穿。我很多，你想穿吗？是这种贴钻哎呦，你不然穿这个啦，就会再更高一点了。这个我也不敢穿这是什么？什么芭比娃娃的鞋子啊？你穿穿看好了。这超可爱的。哪里？钻啊，因为我就是痴迷很多钻。哇，好看的。我看看。对嘛，是不是要闻？而且我有准备。半暗手套。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。哦，你看你蛮可爱的。哎呦，他脚几号啊？好像很大。我是二四半。哦，跟我一样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身高差这么多哎。不是，通常也没有我也算是乐天前几高的耶。前几高？前几高？前第八高吧。那蛮后面的耶。脚比我脸还长对，一脚踹飞你耶！对，我可以一脚踹飞你。对呀，一脚啊，来闻闻看，快点来闻闻。为什么是我？快点啦！手套嘞，反正你都吃完早餐了，闻一下。怎样？没什么味道哎，有种芭比香的感觉。芭比香，芭比香的感觉。真的哎。有一点后劲，我的妈呀！一下还好，第二下有一点点怪里怪气的。你平常都会这样整理好你的鞋哦？对。你最常穿是哪一双？应该是球场的鞋。这个就是跳球赛的鞋。这个一定很臭，我讲跳球赛一定会流汗，会流汗。这个决定真的很臭啊！你有穿袜子吗？还是你穿丝袜而已？有穿袜子啊！我有点反胃，快点！好害羞。什么味道？这种偏中药的感觉。你有穿这双去吃过药炖排骨是吗？没有。就是还好。
行吧，而且算蛮干净的，真的蛮干净的哎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就是会定期的资源回收。好啦，看起来还行吧，还行哎，还行的，蛮干净的。不行，今天一定要找出一个很脏的地方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给我找。他的镜子也太不友善了吧？你照他的镜子。等一下，有点照不到哎。哦，好像发现了。对。个小东西，好欧的柜子哦，好欧，你说 OLD 对 OLD 旧感，这是你的全家福哎，啊对啊，啊，短期是这个吗？国中，哎呦那个毕业纪念册哎，哎，这一属幼稚园，拿着拿着拿这个，幼稚园哦，幼稚园很小哎，哦对啊，好啊，哎等下，哎这里都是吗？对，我的毕业纪念册，等等，全部都是哦。全部拿去看，哦，好重哦！它是什么？哦，写真。哎呦，大家应该想看这个吧？哦，这个也要看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写真，是我的写真。哎，好好，那我们拿去那边。这种这种，家里竟然还有成功名人传。好哦，来看一下。我们是我幼稚园。我们要从小看到大，是不是？对。幼稚园，这看不出来是短筋哎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脸型很像，他下巴有一块这个，短然后有一个凸出来，他下巴是真的，小时候就长这样的，就有了，真的，因为很容易就是长大有人会打架，有点凸出来。对啊，有没有人家写那个情书给？啊，有脚印耶，这个脚太大了吧？我幼稚园的脚哎，哎，脚给我，你脚给我，快点，脚给我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出生才会印脚印吗？快点，你有脚给我，来。哎，你看我幼稚园的脚印，又大了，夸张，好大哎，好扯哦，你小时候脚就很大耶，来来来看一下，国长大以后国小，国小，天哪，怎么有四阿哥？这是国小老师吧？你不要拿你老师的照片来贴，没有，这真的是我，但我也是高额头。啊，所以我后来，哎，我那时候好像有5根手指头，我也是，我有5根，我们就是5根，这样子从眉毛放到额头上面，然后这样是5根，然后因为有植发以后就有掉下来，对，我看有植发之后那个发际线就有往下，而且他的额头很宽哎，对，感觉可以在上面玩什么跑跑卡丁车什么的，对，因为我是没有衣服，所以我每次拨开的时候大家都会吓到，就这是什么，就是上面好像还有一片森林，对，哇，有一片空地，哟，哇塞，这好惊人哦。但这个好像跟现在的你也是有点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但是有看到他的胸前就已经有差不多有东西了。你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，胸前有东西了，你是国小生哎，出来哦，是不是？因为他的条纹有皱褶掉。国小6年级差不多是这样啊，你不可以拿你啊。国小时候还是平平的呀。国小是有一点发育啊，差不多4、5、6年级。哎，你在哪里？翻找一下。那你现在比一次吗？我翻什么？他就是鼻液而已，就是鼻液，好好呀。哎，真的，其实看不出来是你，哎，看不出来，哎。哦，哎，那你这样子，小时候有绰号吗？哎，清朝人啊，真假的？不会叫男生取的吗？阿哥，阿哥，因为你的额头吗？对，是因为我这个发型都帮我，就是会一直叫我阿哥，或者叫我高额头。那你有哭吗？跟你妈妈说，我不要再绑这个了。可是因为我以前觉得我高额头很漂亮。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从以前审美观就怪怪的。对。谢谢执法救了我们。对。再来是高中。高中。我高中应该是有剪刘海。你高中什么科系？欸，我念模特科。看到，模特科哦。哦，对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哦。哇，你的审美观好恐怖哦。怎么会穿这个拍毕业纪念册啊？哎，欸，超漂亮的，你看大家都穿的就是很暗。只有我一个很黑，这个是洗车的那个，洗车那个咚那个刷子啊！哎，我以前很喜欢穿的很亮哎，快点，酷，我要穿这样。哎，我是这个哎，你是红色腿这个，哇！哎有哎，他其实高中长得很像现在的他哎，高中的时候有慢慢变比较，除了额头高一点点之外，其实其他没有什么差别。
那我们看完这个毕业纪念册，我们来看写真。对，假如说你2018年跟现在完全没变哎，5年前，哎，真的完全没变啊。就比较像现在。对啊，如果说你现在出的话，我也觉得是一样。2018年哦。对啊，5年前哎。那我这本是几年？好像是2020吧。2020，2年后，就是那个出完。这个这么辣的，你们是可以看的吗？没有穿衣服哎。哇、哦，好辣哟、哦！一眼就看到眉毛哎。对啊。哎，那你的写真里面有没有你最喜欢的造型？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个。是不是生活照啊、哦？不是一模一样，那个洗车场，洗车场还是要五颜六色的。因为我就喜欢很缤纷，我就喜欢很缤纷，很多颜色。这个真的很不值得拿出来讲哎、欸，很缤纷啊，很可爱、欸。有没有更厉害一点的啦？厉害一点。我就喜欢洗车场，你要怎么样？我就不想要介绍洗车场哎、欸。啊，那个可能是这个吧。封面的哦，浴缸的啦，浴缸里面，浴缸是不是很难拍？浴缸超难拍的，真的。而且我那时候拍一拍之后，还会看到我自己露点，因为它那个浴缸好浅哦、喔，它是给比较小只的人泡在里面。是我吗？没有，真的，因为我泡进去之后，然后那个水全部咕噜出去，我就变成整个人浮在那个水上面，就我露出来的身体很多，所以我其实在里面就是盯得很辛苦。浴缸就拿来泡澡就好了。是的，那我们下去他的房间如何？哎，好啊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他这里好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这边、是他的直播地方吗？对啊，是他的。这个小角落就是我平常工作的地方哦，会坐的地方，就是坐在这边直播这样。哎，好可爱哦，连声卡都是。哎，好可爱哦。哎，你整套粉红色。对，我有特门挑过。哎，看一下他的电脑。哇。哦，他订阅的内容是台湾起司路，你这个他就是讲故事哦，你他会有玫瑰丛林远吗？你找找看，玫瑰丛林你是订阅了吗？我有订阅，那他就是讲故事啊，我就听他。他下面有蓝色蜘蛛网，你看看没有？有啦，细说台湾啊，有啦，有看到了，有什么怪怪的吗？正在看，我在。没有啦。有理哦，好像没什么东西耶，没有清除过了吧？没有啦，真的就是我平常就是搜寻记录都只有那个，就是打开啊 ，To My 异想天开，要先订阅起来吧，异想天开，订阅耶，也多一个订阅数了，好了，够，好，那我们去看看他房间好了，好，来来来。来看看他房间。哦，进入他的闺房。哦，哇，你们女神的，太梦幻了吧！小天地，粉红色。而且我一个问题，你身高这么高，这个床是你在睡的吗？合理吗？没有，因为它是单人床，但是它是单人加长的。就单人床啊，看有什么秘密吼，来，戴手套，找一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毛发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戴手套，好多枕头，没有哎，好无聊，对，翻完了没有哎，我来，房间这么无聊，对啊，来看看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毛？有没有毛？我看看，没有啦。什么毛？上次我们在艾龙家找到很多毛。是男人的头发吗？这个？这里还有一根哦。哎呦！啊！这边就我的。哎呀，就是断掉就会长这样。好，你们要看一下衣柜啊，衣柜还没检查完。毛急什么啊？衣柜开始有点慌。哦，是动物的毛还是人的？人的拉出来哎。他自己的啦，他自己的头发，他自己的头发啦。然后他的行事历，像他还是用手写的，不就是直接用那个网上直接贴上去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就很喜欢那个手写感，对自己手写。哦，哎呦，他也要去泰国哎，然后花莲，他要去花莲玩哦，各位，他就画一个爱心耶，今天爱心耶，怎么画爱心？哪里有一个小爱心？好啦好啦，也没什么了，可以了啦 ，OK 啦。嗯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？嗯，
去看看衣柜好了，如何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重点。哎，不是，这边是他整理的很好哎。看一下他的摆放，如果没意外的话，你应该是处女座吧？对，我是处女座，很处女哎。因为我就喜欢，我很喜欢收纳，我有一点小小的强迫症。哦，真的、啊？请你弄一弄。而且你们一手就这样弄不到，然后两人硬要弄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还要垫脚尖，拿到上面呢、欸，很痛苦哎、欸。而且我刚才也看到他这边啊，也是收得很干净，发箍啊什么的，戴一下。哇哦！哇，邪恶的胆金的异想世界。你好奇怪哦，很奇怪吗？而且他连包包的收纳都让我有一点吓到，是因为他把包包每一个都重新装进那个防尘袋，有点扯哎。因为他有很多个包包，有大概目测有30个包包。因为我超爱买小费包的，就是那种费到炸的。啊，你有常用吗？没有，就是。我就可以换啊，每天背不一样的小背包啊、哦，小背包就是可爱，对，就觉得你那么大一只背个小背包，太小一个，好背了，很奇怪的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你的衣橱了吗？哦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好，呜，哇，联动式，哦、欸，很整齐耶，真的耶。一些小可爱就很多，哎，你这样子不是打不开了吗？没有，所以它需要就是隔壁的也开，它才能够打开。什么意思？就是隔壁的也打开。哦，你这是一整片的，它才能移动过去这样。这是有穿过的丝袜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这是有穿过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洗过哦，洗过啦，有丝袜哪有人在洗的、啊？有啊，有啊，我们不洗丝袜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不洗丝袜。他有一次呢，他大概穿了几次球赛，然后还要借给别人。但是别人硬要跟我借，他没有丝袜。我说我这里有穿了一季的丝袜，你有要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还是穿上去就零蛋啊？零蛋，还是穿上去了。没关系，他恶心没关系的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厉害的可以翻一下啊？这个是冬天的衣服，欸、我看到了。那怎样？哦哦哦，这个睡衣等一下可以耶！等一下，啊，只遮两，我来试穿一下。Oh my god！ 等一下 ，Oh my god！ 等一下，我真的很想问谁在叫老雷一头上面有感觉？这什么老雷一头色啊？这一头冰，这就是那个货车，然后我这个鸡鹅冰草莓冰。你看，摄影师都点头。紫色很可爱哎，因为我的睡衣很多都是紫色的哎。哦，这个紫还，这个紫还可以啦。马卡龙紫还可以，这个芋头冰的紫，你们自己留言，这个紫真的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他都会喜欢穿露背的东西耶。哎、欸，你真的会穿这样去睡觉吗？我爸爸在的话，我会外面。爸爸哦，爸爸在会穿，不是爸爸不在不穿。爸爸在的时候，我外面会再披一个那个浴袍这样。哦，真的、哦。你会在家里穿这个？你会有时候会看到邻居这样吗？没有，趴在窗户那里，真的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对呀、啊，可以看到对面的很清楚。对啊，对面看你也很清楚啊。是假的，不会太靠近啊。那我们再看看旁边、嗯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可以穿、外套啊，然后我的那个队服什么队服、欸。PS 啊，丝袜就这边而已哦。哦，没有，我有囤货。你有囤货，黑丝袜。对，你的柜子没有放那。啊！怎么会有这个？没有，这个是我袖套没？不是，这是袜子。袜子。哎、欸，这个很常穿的，因为它有那个穿过的使用痕迹。没有，这是因为它材质很烂。你很节俭，它破掉了。因为它材质很烂，它穿过一次就会这样。真的耶。哦。哇。这整个都是啊，对，就是之前我是把它塞满，但是因为我就是会一直穿，哇，这些全部是我从日本扛回来的，这不便宜耶，一个600日币耶，这么贵哦，这个超好穿的，真的、哦，哎、这颜色一样吗？一样一样，穿不出来耶，怎么感觉你那比较白？那这个我，好好，可能会有点长，我看到了，它是 L 什么意思啊？穿完会拉到这边，真的
跟 M。哎、欸，那我真的不能穿呢、欸。L 好吧，那还给你。还想看哪里？大家？哎、欸，还是床底下，因为通常床底下都是很多秘密。哦。像我就有超多秘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家的床不能放东西、欸。真的？对啊。看就是有可先试啊。好，那你打开，你打开哦。嗯。底下有什么秘密吗？床底下也可以藏东西。哇，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？很多是粉丝送的东西，我可能都会先把它收在那个床底下。什么都是粉丝送你的？大部分，对，大部分应该是。哦。然后你都会这样打开，然后好好收、收起来。收在床底下。哦，有啦，好可爱哦，那是粉丝收集的这个钥匙圈。哎、啊，那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角色扮演服。你找到重点了，你找到重点了。小贝贝。小贝贝。这个、哦、角色扮演服啊。哎呀，我带给你啊，这个我会，这个我，这个你就好好待在厨房里，不要出来，出来我打你。啊，这一袋是什么？是那个泳衣，因为我很爱买泳衣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好大杯哦！刚刚就是要比对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它的杯真的很大哎、欸。你是？它在里面好多套哦。对啊，你也有囤物症吧？我就很喜欢买泳衣、啊。哎、欸，今天我妈来帮她断舍离了。我觉得太多了啦，我帮你准备了塑胶袋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她很需要断舍离、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这花花的不行吧？哎、欸，好像有点太多哎、欸，不然我们去客厅讲好了。哇，太夸张了！太扯了！各位观众，你们看看我身上的这个泳衣，你们真的是可以吗？是客家姑娘啊，来嘎哈嘎你，漂亮！你们不懂这个吗？我不懂哎、欸，怎么会不懂、欸？这个就是跟我阿公回去彰化的时候，然后那边的老大郎的棉被都是用这个花色，对，就是绣套上面，这个花也太多种，这都是花花了吧？你很花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就喜欢花很。啊，这套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海带芽的感觉？很漂亮，它穿起来很漂亮。这是泳衣吗？这是泳衣啊，所以你看它有那个公主的袖子。谁泳衣还有袖子？你这样怎么游泳？你在玩水的时候那个起来，然后袖子都没有，就是玩那个不是大家都是穿泳衣去拍照吗？而且你也喜欢该逼有东西的，不会痒吗？不会啊，因为它就这样子就比较修饰啊。你的泳衣真的太多了，是哦，而且我真的是不觉得啊，这也是泳衣吗？啊，我知道你是不是在沙滩玩那个，哈哈哈，来抓我、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样有吧？没有，有吧？你泳衣都三八成这样了，哪有啊？哪有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有一些要丢哎、欸，你们觉得可以？我这件身上要丢吧，各位观众，丢掉吧，这件要丢吧？你们有男生觉得这样可以的吗？不行吧？可以吗？丢一丢了吧，这一件是首当其冲要丢的。这个不行啦、啊，这个我觉得不行，这个花色很解。这个花色不行啦，这个海绿带啊，这个海带芽也不行啦。小 baby 要吗？小 baby 也不行啦。好了，算了啦，我觉得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整袋丢一丢啦。好啦，帮你断舍离完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帮你补货了。补货，没错。补什么？今天我们还是有带一个，就是礼物给你。假的，看来来来来，跟里面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这真的超漂亮。不能一样，这个才不会解。哎、欸，这个小香风啊，对啊，你总要穿那种贵妇的感觉吧？小香风，对，尺寸一样吧 ？OK 吧，差不多吧？要不要换换看？换换看，直接换是不是？是啊，直接换是可以的吗？好的，我相信粉丝已经很期待这个福利时间。短巾换好了吗？好了。哦，掌声欢迎短巾！哇呼！哇呼！哇呼！怎么变这样？一秒崩坏。质感呢，摆个 pose 给大家呀，这种贵妇的感觉，小香风，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焕然一新？对啊，我
的确是跟我平常买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。因为你喜欢缤纷的颜色，所以黑白你可能就不会先列入考虑。对，比较少，比较少。嗯，对，然后就会想要看这边，而且它就在你的头旁边而已。对，我的视线真的是现在很不好意思。好啦，好性感哦！啊，我们送你的有喜欢吗？有喜欢。尺寸有对哈？尺寸有对。有对吗？有。还怕买太小呢？对啊。可以。我们两个好不礼貌，我现在在跟兄妹讲话。OK， 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蛮舒服。好啦，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累啦，因为你家东西好多。对，我们家东西真的很多。对啊，而且来者是客，讲到这边了，是不是应该？对，现在快要中午时刻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12点多了。我们一来也没有一杯水喝，现在要结束了。对，是不是？那我做饭给你们吃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要做饭？有，我要准备。短金的爱心午餐，其实我是挺害怕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要害怕。对，我刚刚要煮白饭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因为我爸爸煮白饭他都会加油，然后我就拿地上的油倒进去之后，想说，哎，怎么那个味道怪怪？然后一闻是清洁剂，所以我先把那个白饭那个米饭倒掉，然后又再重煮一次。OK， 这还真的是油，真的是油，真的好恐怖哦。好，那我觉得等一下你可以先试一下，因为我怕会有一些真的会有一些清洁剂啊。你要不要先试毒啊？我本人是。对啊，对。我觉得那次煎的还蛮漂亮的。没有哎、欸，自己讲哎。因为它烂烂的，而且感觉油很多哎、欸。哦，我刚刚倒太多了。哦。可以吃。行吗？哦，好。这是因为节瓜本来就新鲜吧。很油哎、欸，你看，你要少放一点油。而且你可以用气炸锅，其实、啊、我在家里想吃宵夜的时候，我就用气炸锅炸节瓜，就不会那么油了。不会油，然后再出来的时候再撒一点点胡椒粉，超赞。这个蒜泥白肉，我就问到底有谁可以会把它切成这样？有很大块，不都是薄片吗？对啊，你们都是薄片吗？你去外面吃蒜泥白肉，不是一片一片一片吗？其实我第一次切。哦，蒜泥白肉长这样子 ，OK。这应该跟这是三层肉吧？三层肉，嗯，还是花样酱油，不是你的主意。这我至少有熟啊，但也是蛮好的、啊，因为他帮我们准备，你看有饭、有菜、有肉，你看多好。所以这是你的拿手菜喽？对。好，我们很荣幸可以吃到短金的拿手菜。很开心，完美完美。今天也很开心来开箱短金的家。但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家东西真的太多了，可以适时的丢一些东西，这样空间看起来会更大。好，对啊。嗯，然后我觉得先从丢爸爸的开始。丢爸爸，你的也要丢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异想天开之一起去你家，要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好，想要看我们开箱谁家，记得在下面留言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短金要帮我们送福利，对不对？要送出2颗我的签名棒球，怎么得到呢？详情请到异想天开的 IG 就可以知道怎么得到短金的签名球。哇，好想要，好想要。